記得喺呢個花田喜事2021嗰套戲，而家有鏡頭佢叫威亞嗰陣時，佢都演過。佢啲二話不說，咁佢就做好好。所以後來佢有病嗰陣咧，我都同阿古天樂啊都去探親。即係因為近幾年我知道佢都唔認。阿姐第六邊。暫時的生意，都想一次。當時他還可以聊天，很慘，真是啊。他又很喜歡，跟我聊天，喝茶，我們當時以前都是吃警察的。希望他一路走。